咱来念台语，三低头，两本机，三分钱，四过去，四书五经读透透，毋捌冤恶故必遭，冤恶故必遭。未食五月粽，破袖毋甘放。六月火烧埔，七月无打土。台语文比拼，第一，积极的人，困难中看到机会；消极的人，机会中看到困难。第二，有钱的时口气真大，无钱的时火气袂少。第三，生活会当过得好，偷活日子真歹过。第四，以前少年人敢挑战工课，现代少年人较贤拣工课。第五，要享福，财力爱有；要眼福，视力爱好。第六，以前囡仔做伙爱共手，现代学堂规定背手机啊。第七，好爷囡仔，休热就游山玩水；善食囡仔，休寒就做工打拼。第八，贵妇关心身材，主妇关心钱财。第九，贵妇买物，先问敢有正货。巧妇买物，先问敢有正品。第十，写批年代，上惊弹落大海；资讯时代，上惊一吐不回。十一，年纪小时，未晓西装打扮；年纪大时，唔敢卸妆来见。